坐在后面的旅客啊，待会啊要下车哦，停红绿灯的时候就请你提早做准备，不要客人下完了司机要关门的，你才要准备下车，好吧？好，安内利也 Q 门两遍。第二个，司机要门关了，你在外面还没有上来的，不用担心，你只要站在那里挥个手，示意司机说还有人，他会再重新开启一次门。你忘记掉别人门，等你夹到的时阵哦，转台机聊聊，好不好？你去夹到就是人客问题啊，你明白意思？你就提早做准备，你手机移动门比较会出状况，前门他眼睛看着那还好，所以说上下车你们自己都要注意一下，好吧？啊，站着旅客啊，注意自己的安全，一定要扶好。Thank you.